使你肢体的罪迹转于离失。今日我们中间都有执事回来了，我们一起来感谢天主。我们都要多谢天主，多谢天主在快要过去的一年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义。明白天主是新的一年继续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恩赐。在过去这一年，无论我们经历过悲伤或者欢喜，成功或失败的日子，在过年这段时间，人人都要是很开心高兴的，不是因为不够好的一年就快过，而是因为到明天新的一年而开始，那我们就可以以新的精神为住新的希望，迎接新的事物。每次我们要开始新一年的生活计划的时候，总会产生有两种感受。第一种是为接受新的事物而开心兴奋，第二种是刚刚相反的，对未来要感到担忧恐惧等等。如果有这样的负面情绪发生，今天的福音用乌鸦和百合花的例子，正好好似正好可以鼓励我们，不要为生命之粮吃什么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贵于食物衣服，因为天主就已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已经将世界万物万事万物都安排好，各有各的生存空间。通常我们的错误就是太主义主轴获得这个世界的物质，结果就是不开心，很多事不满足不满意，灰心就不安宁。我们所应该要做的是好像这样的福音讲，你们只要寻求天主的国，这些自会加给你们。让我们继续为我们心灵上和人性生活上的需要祈祷，求天主祝福我们在未来的一年，周末天主的喜乐平安，有好的健康，同埋事事跟住天主的旨意。仲有我们都要记得那些离开了的家人，要孤孤单单在外地过年的人祈祷，求主安慰他们，都能够感受到节日欢乐的气氛，得到身边的朋友所带来的人间温暖。
温暖，喺家下成祝大家新年进步，身体健康。